草屯镇南埔中卫区将军段有三段农路路面损害等待改善，地方乡亲向南投县议员甘肃成定情了后，南投县长林明进马上到场会勘，对关系着民众通行安全正重视，会将总长将近900公尺农路微调，搁重新铺设来改善路面品质。他讲由南埔里长李树杰向南投县长林明进来做说明以外，并且现场勘察着农路损害情形，因为关系着乡亲通行的安全，这个农产品的运输，县长非常的重视。啊，这最近路面啊已经拢坏去啊吼，啊拢不顺啊吼，啊含含磕磕啦。草屯镇南埔中卫区将军段有三段农路需要重新来改善。经过着会勘了后，县府将走中着200多万的经费，甲总长大约900公尺农路全部重新来铺设。县长用心来看，甲咱议员的这个，甲咱争取，啊，咱地方这个联合道路，甲咱从这个必要路面吼，甲咱弄了，互阮地方的这个农业先生。才会出入，以及咱骑车才会向前出入，会更加好的一条舒适的道路。哦，这条路绝对要来做。啊，县长嘛真用心，啊，拨出着伊的时间出来吼，来甲顶这路看嘛。啊，伊县长的看就是该做，但有要做吼，这做好的。啊，县长看到现场吼，确实真歹吼，伊嘛马上随答应。后壁地方的人吼，出入更加方便。林明进县长表示，是地会勘了后，即讲确实有需要。因为想办法来找经费，赶紧发包改善，或者民众通行所经过破损的道路，再积极来恢复，会当真安全。哎，你即摆即出入的即重要区出入的人真多啊，所以即路面也该修理又好，啊，让大家较好行嘞吼，啊，咱会真快吼，啊，即个对即 A C 即个水泥路面个改造 ，A C 路面空嘞就搁较好行吼，啊，因为即基础真在啊，啊，我会请咱地政科技来个。县长表示，地政署中卫科已经来展开着测量车的工作，正经过西藏路面来改善。记者林雨欣，长报道。